于越位，于越位，先别好了，有什么等到演完再说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欠你钱了，不过我很快就会还给你，你回去吧。于越位，嗯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这是看演出也不行啊？可以啊。 你要看从前门买票进来，好吗？亚瑟戏剧是要月光颠倒，黑夜白照，加上不要的预设，就藏在我内心里头。当时会把线索，孤独的进来，咽喉，是否爱的结局，完全不曾漏。爱情真谈笑对你虚伪眼眸，早已看透，却不急于说出。 不要脸是不是？跳还是不跳？姐不乐意。这太过分了！告诉你，今天你跳也得跳，不跳也得跳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的工作时间已经到了。走啊！ 从停车到现在，有29分30秒。我一直在说话，你没有理我。你当我是空气啊？我不用你帮我找律师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。唉，空气真的很累，没空听你谈这个案件。我真的很累，请你下车吧。你不是要把我扔在这儿吧？对呀。不是。 我钱包和手机都没有带，你让我怎么回家呀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能跟我说话呢？嗯？幼稚。对，我就这么幼稚。如果想让我送你回去的话，你就乖乖的听我的话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赶快说，说完了送我回家。你知道对面那座山崖叫什么名字？乌漆抹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哪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？那就相思崖。相思崖？嗯，它之前没有名字，因为上面的一棵百年相思树，就被叫成相思崖。
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？是你给起的吧？是艾家出事之前改的。在我十岁生日那天，艾家跟我一起到相思崖庆祝。他不小心掉到海里，虽然活下来了，但是小时候的事情完全不记得了。然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回来的不是艾家，这很奇怪。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我害他腿成这样，所以我一直逼自己跟他交往。不过自从我认识了一个人之后，这种想法改变了，因为他给我带来了久违的快乐。不论时光会载我去哪里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有为，你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陪着我。你要怎么陪着我？我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交集。就算有，也会像烟花一样是那么的短暂。就算短暂，也会很灿烂。那灿烂之后呢？你还是你，而我就会变成灰烬。所以求求你，放了我。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